新疆美食千千万，今天我们就来打卡一下西岭鸭脖区，那就让我们进去看看一下饮品店怎么样吧。下面是我们这个装修特色有什么？它还有冰淇淋酸奶茶，特色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家冰淇淋，还有冰淇淋的这些口味。那我们就点一个西岭烧粉奶茶吧。你要标杯还是大杯？标准杯。你好，这个盖子划开，这个吸管上面有个小勺，您可以盖子划开，是您冰淇淋。好的。我们就拿到了我们的特色奶茶，让我们来测测是什么样吧。一打开可以看见有个冰淇淋，这就是我们特色的冰淇淋奶茶。造型是非常的可爱，上面还撒了一层坚果，这是由新鲜的水果和牛乳混合打制而成的冰淇淋，十分的香甜也不腻，并且水果的清香展示的淋漓尽致。那我们就开始尝一尝吧。看它的杯子吧，它这个杯子是很有特色的，有一个很漂亮的小美女，这是我们新疆特色的美女，也跟特色的茶很搭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把奶茶打开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飘了一层醇香的奶提子。喝上的第一口呢是酸奶的酸，很醇厚的奶香，还有很清凉的茶香。这上面的奶提子呢喝着特别的香，也不会喝得很腻，根本不会像其他的奶茶一样越喝越腻。上面的冰淇淋呢也很冰凉，也有独特的奶香。这是我们把壳子拆下后的冰淇淋了，太有食欲了。那么我们就不等了，我们就开吃了。你成功